昨天晚间，欧洲国家联赛 A 四组将展开最后一场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。两队的胜负将决定他们是晋级还是降级。而提前结束比赛的西班牙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此前两队在夏天的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，最终克罗地亚凭借点球击败英格兰。如果本场比赛两支球队分出胜负的话，胜者将晋级到总决赛，而负者将会降级到 B 级。如果两队0比0战平，则是英格兰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完成保级，晋级的是西班牙，降级的是克罗地亚。如果两队以1比1以上的比分战平，晋级的是西班牙，降级的是英格兰。所以本场比赛充满了玄妙，两队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，英格兰的机会更多，但是克罗地亚的防守还是非常的稳固。不过小半场做客的克罗地亚率先发难，他们凭借克拉马里奇的进球在客场取得了领先，此时克罗地亚将获得晋级，而英格兰则是降级。在落后的情况下，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先后派上了阿里、林加德和桑乔，他的换人也是起到了效果。英格兰在第78和85分钟内连进二球，反超了比分。短短七分钟时间，英格兰就从降级队变成了晋级队，这比赛真是太刺激了。本场比赛克罗地亚的队长兼中场核心莫德里奇发挥欠佳，赛后他也是遭到了球迷的炮轰。不过两支球队还是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，但遗憾的是世界杯亚军这次被逆转后只能接受降级的命运。